到使用马克，大家看我狼狈的样子，没有刮了胡子，没有剪头发，就知道我又在搞事情。先给大家看一个小角，我们今天晚上11点，就要来去帮我们的木宅公来祝寿，用昨天的时间不眠不休来做一个很屌的东西，然后等一下呢就要组装起来给大家看，看到这样子，有没有猜到是什么东西？I'm back, you know that I never left. I got tracks and some music that you never guess. I don't slack, don't lose when you're listening yet. 影片前面我们看到那个作品，现在已经在观音殿，因为我太晚到了。所以我们五店这边已经都满了，11:15的时候要祝寿，没错，给他看一下，没错，这影片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前面这两支影片吗？我们这两支影片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乌宅宫信胆当天就是我们礼拜四我们要到我们的山下那边的那块建地来进行一个万象利基的一个活动啦，以我们木宅宫的这一个圣诞选择这个良辰吉时然后来进行观音慈善大楼利基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多这多小偷今天造型独特本日最美，今天是我们的糖果爸爸，糖果爸爸你好 ，Sugar Daddy， 妹妹还在点进度。今天是天文岁处，癸卯年3月15日，天官五路五财神圣诞之日，一同为咱天官五路五财神祝寿，同祝咱天官五路五财神圣诞千秋千千秋，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将善男信女，诸事无灾，八节有庆，合家平安。拜，再拜，三拜，礼成。各位，团拜完了，没错，就是我花了两天的性命我两天的青春做出来的。没错，所以请不要介意，就是胡子看起来比较狼狈一点点。那我们在这边感谢我们的糖果爸爸糖果爸爸在那边，糖果爸爸讲两句话吧，乖。我们的神秘人士陈敬辉先生，还有我们的阿俊，还有我自己。小黑说他也想上镜头。对，小黑。他还知道起来凑热闹嘞。我这个手机，有。反应还不错。做面啊，有的嘛，创迄个米嘛，会使遐。对啊，米龙。The next day. 那我们等一下到下面再等一下嘛。对。这个姿势有丑。你要说很翘好吗？你跟阿爸有丑。一万诚心，诚万心香。
卢俊成，现在这个姿势可以吗？心香万柱。刚刚那个比较好。啊，刚刚那个比较好。没礼貌。没礼貌。王董一看就知道我在少林寺练过了。对呀、啊，不扎都厉害的，儒家弟子下马。哈哈哈。刻丢烂呐！哈。对。防毒面具拿来。防毒面具。防毒面具。哦，好酷啊酷！把它擦慢一点，擦慢一点，这样感觉太随便了。哎，对，慎重。效率。资讯快报，大家刚刚立即看到的竹轿子，就是我们在民国111年徒步求取香火后，于民国111年10月10号所开光的竹小观音。未来我们会背着观音佛祖走遍台湾的万里山河，心存善念，一步一脚印，为善其成，万愿众成。欢迎 FB 搜寻台湾玉皇山观音寺，或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获得我们所有活动的及时资讯。欢迎看到影片的你一起来背这顶竹轿，也欢迎参加我们一香一福田木香活动，一柱清香上顶天，一砖一瓦楼宇现。敬邀看到影片的你，为我们的信仰奉上清香一柱，跟我们一同完成观音济世间的宏愿。剪掉。天君岁数几毛年，三月十五日，恭祝天官武财神公圣诞千秋，由主任委员率领管理委员会，以及众委员，以及咱罗下众神神弟子，奉香，庇佑风调雨顺，相吉庆。三九忏悔不知谦，谦中何惧离无明。四求忏悔一门心，善明明德大道之行，非无所难，难无法主。早上在我们的观音慈山大楼，那一块建地万香立基的这个活动，好、哦，已经圆满。好、哦，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这两支影片，好、哦，我们在木斋宫信胆之前，哈、哦，有在我们粉丝专页有一个活动，好、哦，会来抽奖。好，跟我们的，你只要在上面有留言恭祝，好，或是你之前有背过我们的背轿的，好，我们都会在今天来帮你点一炷清香，好，然后帮你上表天听。看到这支影片，你也可以在心里，好，跟木斋宫说，哎，恭祝木斋宫圣诞千秋。宝丽龙，然后外面再封，就是用那个纸，然后用白胶再刷一层。啊，可是重点是你要先雕塑一次。嗯。你宝丽龙怎么雕？雕刻。用美工刀雕啊。雕美工刀，他是我超厉害的，美术科主讲的吗？时间还没到，就在 stand by， 是不是？一点过了。太丑了。当然是不行的。广播球龙头、水龙头啊，球龙头，大力一点，大力一点就可以买回去了。你要买啊，擦黑色，你弄一根黑色就代表注呀。罗姐的在这，罗姐旁边，罗姐的红酒，那五美兹而已，最贵就那一这一瓶最贵。我会帮你上那个眼睛发亮的特效。对，眼睛发亮。我在等。不是可以开始吗？可以啊，开始啊，开始。那但是地主会当求迄方块顺吼，请出金杯一杯吼，请出杯。好，求给烈火长老的方块书。压轴奖品，好，压轴奖品就是这五罐人头马。哎呀呀呀！只是那一天哈，我们慈林宫来祝寿的时候带抓一下狗，增添一点好运。十八位报名人员，我们取前五名，杯数最高的前五名自己选品带回家。哎，开大绝，这个贵呀！啊，原来诀窍是安尼哦。
前五名这个直杯角数最高的，来，我们第一位赵小，我们第二位张伟瑜，我们第三位好、哦，我们罗姐罗宝君，第四位刘义军，好，义军，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呼，谢谢，很厉害。然后第五位，我一定要把神酒带走。刘大哥，哦，好，沙龟。每个都开过，没有，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要尽快品尝？就要现在就要喝完啊！对啊，是吗？未满十八哎。你看今天是不是好日子？是。这边是不是好地方？是。你是不是个好人？是。对。可是有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应该说未满十八禁止喝酒。你刚好十八。没有，我还没满十八。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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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back, you know that I never left. I got tracks and some music that you never guess. I don't slack, don't lose, learn your lesson yet. When I get to choose what I do, I'm like a weapon. I'm not sharp as many, but got hard. I'm ready to change scars to envy, to win large and plenty. I like to play fast, never change back.